小姐姐你好，请问撸啊撸新手怎么玩亚索呢？那你就问对人了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亚索怎么玩。我直播间里有亚索大神吗？我们现在就 solo， 来呀，谁怕谁呀！电一，别自闭，来，就现在。战书已经下好，我就现在跟你们打。今晚八点，我在嚎哭深渊等你跟我撒拉。我们一起快乐一下吧，兄弟。我要用我的战歌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弟弟。你叫我小姐姐，我叫你小弟弟，不过分吧？我告诉你，装备不退，我也是能够杀了他的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你懂个锤子哦，你懂个锤子哟！哎，他怎么四级了？啊！燃烧我的卡路里，来呀！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是个弟弟吧？啊啊妹，吹歪了，吹歪了，吹歪了！不行，我不认输，很烦。再来一个，下一个，这个不禁打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对杀一双，好，来了。啊，他已经在补刀了，他已经四级。你为什么偷偷的背着我升了四级呢？你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呢？我一空了，我又 QQ 空。耶、yeah ！这也太真实了吧！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亚索怎么玩。我先画一个，我先画一个，你们猜是啥啊、哦？有奖竞猜哦，讲一个绯闻。请问这个是啥？我知道你们猜对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我看到弹幕上有猜对的。大猪蹄子，你们在我心中就和这个一样，我把我心中我最灵魂最喜欢的部分把它画出来，就是你，这是你的自画像，不对，是你的我画像，这是我亲手用爱心绘制而成的。美丽的我的大猪蹄子们的画像，画的就是你，这是你，你感动吗？少女，因为有镜像所以是反的。从不刷牙，暴露年龄了。余生二三三，喜欢记得点个关注哦。